就这个放进去必须要马上打哈，因为这个本来是很脆的，然后它面条汤一泡，泡完了就吃，是很好吃的，但是化掉了就不行了。这个面条长了，回头我叫他下短一点，我基本上都是叫他叫到那个面馆叫师傅手工下的，回头叫他下短一点就行了，这样的话勺子盛好盛一点。来，今天肯定很好吃哈，你看我看着都很想吃，你看我看着都很想吃。谢谢我随缘啊，大家给我随缘点点关注，看到飘啤酒小星星的咱们给他们点点关注哈。来，很多，今天来了60位爷爷奶奶左右哈，总共来了60位爷爷奶奶左右，他们带的盆子都各色各样的，这个是钢钉锅内胆，钢钉锅的内胆都带来了。对，这一碗盛的青菜比较多，这一碗青菜多，加点这个馓子，上面再放点汤，我这个亲娘三舅老爷来绝了，兄弟们。绝了，就这一碗面，我说真的绝了。我谢谢我潇洒哥给我许建明的啤酒啊，看到啤酒了。对，大哥如果飘20个啤酒，给他直接给他点上200个关注，然后大哥每天也会来支持小球一点，然后我能挣点钱，我也想挣点钱，把这个事情做长久一点哈。欢迎，谢谢大家了。谢李家老四，谢谢我李家老四哥给我相思如梦来。我相思如梦，我影子哥都是很支持小球做这件事情的好大哥哈，大家都去跟他们点点，都去跟他们认识认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影子哥的啤酒大队哈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个面条怎么那么长？对，这个馓子不能放时间长，所以我放的不多，等下打完了，打了几份，打完了我再放，打完再放一点，对，要不然他下面的就坨掉了。对，谢谢我松壳哥给我影子哥点一点哈，兄弟们一定要给我影子哥点一点啊。6号是吧？好，6号。谢谢我四季水果哈，谢谢谢谢。我这份多了是吧？他们有的饭量大，咱们就给他们多打一点哈。有的爷爷奶奶在家平时，对，他平时还在家干活，然后农村人饭量普遍都比较大一点。对，他们在家活动量大，然后饭量也大一点，跟咱们在城市里面可能不一样哈。加点馓子，兄弟们，有没有食欲？你们说句心里话哈，如果有食欲，你们打一波有食欲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哪方面做的不好，兄弟们给我提提意见哈，我尽量把这个爱心餐给他做的色香味俱全。敲号。对，尽量把爱心餐做的色香味俱全哈。想吃是吧？对，你们只要说想吃好吃，或者说有食欲，这样的话，我就感觉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哈。给潇洒哥点点关注。感谢我潇洒哥的棒棒糖大队，兄弟们给我潇洒哥，给我潇洒哥能不能点上100个？支持我的兄弟们给我潇洒哥能不能点上100个？能点的话帮我潇洒哥点一点哈，感谢潇洒哥破费了破费了。对，很支持小球的潇洒哥，咱们跟他认识一下哈。对，搞点汤。今天我下的稀溜溜的哈，上午下稠了，他们到后面的爷爷奶奶说，很多都说没有汤了，他们都喜欢吃稀溜溜的。对，谢谢我最熟悉的大哥，感谢随缘，咱们给我最熟悉的还有我随缘哥飘棒棒糖支持小球的，咱们直接给他点头像，给他点上，然后大哥来我直播间，如果说能交到朋友，对吧，他也会经常来我直播间支持一点。我平时挣点钱买买菜，有时候我说真的哈，我通过直播的话，有时候挣得多，我会给他们多买一点，有时候配点水果，就是这个面条配点水果，再配点那个牛奶什么东西的。我上午发了3箱，发了4箱牛奶哈，下午没发，上午发了4箱牛奶。9号，对，一个一个过来打哈，我等一下我下点这个馓子进去，下点这个稍微烫一下，这个老好吃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家，你们都没吃过这个吗？这个是宽馓子，还有细馓子，就是用油炸的哈。这个是用油炸出来的，非常的脆。谢谢我听风，谢谢我梅姐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
我下一点，回头就是捞点面条给他们，盛点盛点这个。哪个大哥的墨镜啊？阿阳哥，谢谢我阿阳哥的墨镜，大家给我阿阳哥直接给他点五十，最少点五十啊！谢谢我阿阳哥，破费了破费了，阿阳哥，大家都跟我阿阳哥认识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咱们速度放快一点哈。这个面条我这今天汤多，放到后面应该都不会坨。后面人都饿了是吧？我打快一点哈，加点放上面，够不够？这个馓子盛多了可能不一定够，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来，这个盆是吧？好。盛点青菜啊，盛点青菜。他这个火腿肠怎么都看不见了？这火腿肠压到下面都看不见了。还有火腿肠。用筷子是吧？筷子不行啊，兄弟们，我用筷子打很慢。我用筷子用过哈，我不是没用过筷子，兄弟们，我用筷子打的话太慢了，我自己看的都着急。这个勺子你看一下盛这么多，就这一勺就够了。你看这个勺子一下就够了吧？用筷子。开心哥送来的大墨镜。感谢我开心哥。感谢随缘哥送来的棒棒糖。谢谢我开心哥，大家给开心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我开心哥一定要点一点哈，谢谢开心哥。对，大家能支持的支持一点，就是说想涨点粉丝的也可以飘点小星星小啤酒，我看到了也会帮你们喊一喊哈。对，大家基本上来支持小球的话，我都会帮大家喊一喊，也不想让大家白白上礼物，说真的，现在钱都比较难挣。对，谢谢你们啊。那我写给我安儿，谢谢我安儿，大家给我安儿点一点。给我宋丽，给我幸福小姐姐，看到他们了都去跟他们认识认识哈，点头像点点他们的加号，跟他们就认识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13号。今天这个，我又要夸我自己了，兄弟们，我又要夸我自己了，绝了！感谢我冲哥，感谢我星星，大家给我星星，给我冲哥，给我星星，他们都是有曝光意识的，也都是有消费能力的哈，大家跟他交个朋友，谢谢你们了。感谢郭姐送来的奶茶。谢谢我郭姐，大家给我郭姐单独照顾照顾哈，谢谢我郭姐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郭姐的奶茶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感谢我郭姐，谢谢我钟爱一生哈，我醉哥，我钟爱一生飘红星大队。汗流浃背了，兄弟们。感谢听风哥送来的大墨镜。谢谢我听风哥的墨镜大队，大家给我听风哥单独点一点，找到我听风哥的位置来给他单独点一点哈，感谢我听风哥的支持。对，小球是90后哈，来自安徽寿县，农村一个90后小伙哈，现在在村里面，给爷爷奶奶们做做饭哈。对，也农村大厨师，大家啥时候来到淮南这边了，来找小球玩哈，我请大家吃大锅菜。来，给大家看看，你们都看不到吧？能看得到吗？这个朋友给我湖心百货哥，兄弟们，谢谢我湖心百货哥，谢谢哈。套路深大哥是吧？小球没啥套路哈，小球没有任何套路。然后我开播也是为了挣钱的哈，也是为了湖心百货哥点关注。对，给我湖心百货哥认识认识。我开直播就是为了挣钱的哈，要不然我开直播干嘛呢？对吧？因为我不挣钱，我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做。我说真的。那每天让我自己来掏个几百块钱，因为我家也不是富二，我也不是富二代哈，我家也不是也没有矿，平时不开播不挣点钱的话，我平时买菜都是问题。对，没有啥套路哈，开播就是为了挣钱的，很简单哈。对，谢谢我湖心百货哥，给我湖心百货哥一定要认识认识啊，感谢湖心百货哥送的红星大队。做米饭是吧？做米饭的话也行，就是我有时候做大锅菜，然后就是配点那个，配点馒头。对，我昨天做的大锅菜配的馒头。100个，给湖心百货。对，18号。
湖心百货哥，咱们就点他头像去跟他交个朋友哈，很支持小球做这件事情。来，对，让老人家先打一下。好，咱们有时候有的奶奶就是来了，咱们能照顾的都会特殊照顾一下，因为他们等时间长了可能肚子也受不了，就是年龄真的年龄大的咱们都照顾一下。很多爷爷奶奶还是很好的，就是来得早他稍微晚一点他也不会说别的哈。来，香香脆脆，我来撒点葱。再放点馓子进去啊，要丢糖。感谢我湖心百货哥，谢谢我湖心百货哥。对，有小星星的咱们丢两颗小星星，帮小球做个数据，丢一颗也行哈，丢一颗就行了。没丢过的丢一颗，丢过的就不需要丢了哈，感谢你们。然后这面条汤好喝吗？你猜呀，小姐姐，你猜这个面条汤好不好喝？我是挺喜欢喝这个汤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喝。有的地方不吃面食，他看着。直播间三天路的哥哥姐姐们，帮忙点点赞哦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有的地方不吃面食的话，他看着就没有食欲。像我们这边比较喜欢吃面食。我爸爸声音过去一。谢谢我吴愿啊，谢谢我视频，感谢。来，多少号了？多少号了？看看多少号了？谢谢我秋子，谢谢我云阳观音小姐姐，谢谢我观音小姐姐。我俩一号。啊，一号走。他有的爷爷奶奶可能还没来，就他发的号按顺序来。有的时候刚才叫到多少号了？刚才叫到多少号了？刚才叫到20号了，20号爷刚20号那个爷爷好像没来，就等一下他来了再打吧。对，肯定好吃是吧？还好吧，就是你们不嫌弃就可以了。因为我开直播，我怕大家嫌弃我做的这个，讲我做的不好看，或者说看着没有食欲干嘛的，就说一些有的人到我直播间说的话很难听哈。打到21号了，有60-70位爷爷奶奶。没有60-70，大概只有50位左右哈。我小吴哥来了吗？欢迎小吴哥，大家给小吴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感谢我小吴哥的棒棒糖。今天到后面应该汤也不多了，今天到后面汤应该也不多了。你看这个盛好的话只要两下，如果用筷子的话最少都要刀个4-5次。你看两下就够了，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，一看就好吃是吧？感谢您的夸奖啊，感谢您的夸奖。大家喜欢小球帮小球点点赞哈，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发财的小手帮小球点一点哈，辛苦你们了。今天我们这边温度太高了，就每次做完饭之后我的衣服都汗湿完了。够吧，打到多少号了？25号。25号了是吧？差不多。总共发了多少个号？总共发了50多个号，接近60个号，差不多。盛点青菜哈，青菜都堆到一起了。青菜都堆在一起了。再加点那个馓子吧。来，下一个来。下一个快一点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了。对，谢谢啊。这屏看了几次？这屏看了几次了是吧？看着你好饿是吧？看着你好饿，过来我请你吃一碗呀。过来我请你吃一碗好不好？我现在想给你，我也给不了啊。现在我想给你也给不了啊。但说实在的哈，就是说小球在农村做这个面做了这么长时间了。虽然没有收爷爷奶奶们米，但是我每天我都会研究怎么把这个味道做好一点，就是加一些什么配菜更好吃一点。每天我都在研究这个事情，也不是说就像他们讲的那样。我给大家看看，我又想给你们看看了啊。
你看就是这样普普通通一碗面哈，也不是说像他们讲的那样，就是说你不收钱就不收米，就是随便做做，随便搞一锅面条在锅里面一煮就行了哈。咱们做，既然做了，因为每天看我做饭的人那么多，咱们肯定要做色香味俱全哈，能做好吃一点，不是更好吗？加点青菜，这个馓子一泡就化掉了，所以不能提前放。饭多好，饭多都能吃得上哈，都能吃得上，都能吃得上。29号，好嘞，29号。直播间2600，肯定好吃是吧？点了多少赞了？才兄弟们才5点几万赞、啊，兄弟们再帮小球点一点好不好？咱们看能不能赞赞先能不能把赞赞点到10万，一人点个30下50下，马上就10万了。对，我昨天赞赞还点了20万呢。今天你们再帮我点一点哈，加点青菜，加点火腿。来，青菜都看不到青菜了，怎么回事？都看不到青菜了，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怎么个事儿？好偏心啊！我啥时候偏心了？啥时候偏心了？又被你看到了，我不偏心呐。你说有的人打得多，有的人打得少，还是咋回事？我很公平的哈，都是他们有的饭量大，我就给他们多打一点；饭量小的，稀一点。今天汤少，来加个一勺汤可以了。浩呢？好。对，明天再少加一点面。今天因为放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老家这个土特产，放的这个馓子放里面了，所以说有点稠了。早上好，没打来。来，米的。对，欢迎大家哈，盛的有点多了是吧？不收米哈，不收米的。我是在小球是在村里面做给爷爷奶奶们吃的哈，就一些留守的爷爷奶奶在我们村的也有，隔壁村的也有哈。很多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在问，然后大家看到的话跟帮我回答一下哈。我在打面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很少看手机，因为手机在旁边我不怎么看哈。对，大家给我榜上的哥哥姐姐都点点关注哈。都是每天也是小球也是靠兄弟们来支持一点，然后来做这个事情。平时也就是收点礼物哈，收点小大家的小礼物，折现了也可以买菜。有时候够的话我就多买一点，如不够的话我自己贴一点。反正这个事情也是做了几个月了哈，也不是今天开始做的。来。请坐大林啊，请我两个。两个人吃的是吧？好，感谢随缘哥送来的棒棒糖。两个人可以哈，谢谢我随缘哥，谢谢我用户的小心心啊，感谢我用户。对，给我随缘刚才飘小心心的用户，咱们都看到了，都给他们点点关注哈。来，他们都带的盆都挺大的，没有带，我发现很少有带碗来的爷爷奶奶，带的盆都比较大，都怕。因为碗确实哈，因为如果说他带碗来了，如果打一碗不够的话，他又不好意思再来过来再来加，所以说干脆就带大一点。来，这个时候的面条我感觉是最好吃的，但是直播间很多人说这个时候已经烂掉了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时候的还是比较好吃的。这个时候烂糊一点哈。对，现在不放那个馓子不能放了哈，馓子不能放了，馓子再放的话就太稠了。然后明天我看再下稀一点，明天能下稀的话我再下稀一点，放那个馓子，再撒点小葱。我下面条喜欢放葱，我感觉葱下到面条里面那个味道很好，没有葱的面条我感觉没有灵魂哈。对，欢迎大家，中途可以加点，那不行哈，中途不能加水的，这个我玄哥中途加水的话面条就没味了。对，你要现在如果加点水进去的话面条就没味了。不能加水啊，加
加凉水的话是生水，来，如果对老人肚子不好，加热水的话，加水面条肯定就没味了。对，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平时在家应该也做饭哈，我感觉不能加水哈。来，三九，香香脆脆，好吃美味，突然好想吃是吧？这个时候你看着还想吃吗？我其实我每天下面哈，我下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怕直播间的哥哥姐来喷我，因为后面确实没有卖相了，就是现在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了。它不像刚开始出锅的时候，上面有点青菜干嘛的，然后还有点汤，看起来好看。现在打到后面它就不好看了。你做大一点，我两个人吃。好好好好。没汤了，这是真没汤了。现在，兄弟们，现在真没汤了。来，好吃就行了，是吧？就是，对，你说的你其实挺对的，但是，直播间你这都不够啊。你可以打，不能那个，不能浪费哈。有时候就直播间很多兄弟们都跟我说，你给他们打那么多，他们能吃得完吗？知道吧？他们，你看刚才那个奶奶打了那么多了，她还让我过来加一点。加点伞。啊？加点伞，好，我等一下给她加到上面嘛。我把伞子加到给她加到上面嘛，要不然。今天没有汤了啊。对，今天后面今天下稠了一点。再来了。厨房拿来。我给你放上面嘛，放上面，你等下往面条里面一按就行了。这个好吃，这个馓子是真好吃，我说真的。对，谢谢啊，欢迎大家，帮小球再点点赞哈，现在多少赞了？8.3万赞了，咱们看看能不能点到10万赞哈。直播间还有1800多人呢，一人点个10下就可以了，一人点个10下就马上就10万赞了。大家看能不能帮小球点一点哈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帮小球小赞赞再往上稍微点一点哈。我的妈，这个完了，这个面旁边都搞上汤了。来，就在这吃，这就后面有几个爷爷奶奶在这边吃的哈，有几个，这个也要打吗？哦，终于看到一个小碗了。打到现在这个碗是最小的，青菜也不多了哈，明天我再多放点青菜，青菜我感觉吃对你们身体还是比较好的。来，这个谁的？我的。这，哦，他们在那边做，哦。对，后面那个有个奶奶来不方便哈、啊。对，在这边吃不够可以过来加一点。今天应该有。多的散了。走。就这个，如果有汤的话，放到汤里面泡一下，非常好吃。嗯，俺们不能吃汤。不能吃汤是吧？我吃一个。好脆，兄弟们，好脆。青菜切短一点是吧？青菜切短一点，我怕不好捞。明天我要不然把它揪两半嘛，揪两半应该可以，青菜揪两半应该可以。现在是真没汤了，你看。来，欢迎，这我是哪里是吧？镜头现在歪掉了，把它稍微调正一点。加一点是吧？好，可能吃得完啊！你饭量这么大，两张了啊！打一个嘞，我还真的把它拿里嘞，打一个嘞。那饭量这么大吗？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每天做两锅。说实话，这两天确实挺辛苦的，因为我晚上干活。平时的话是不怎么辛苦的啊。平时我一天烧个两顿饭，也还好哈。也还好，就是，我老爸老妈在家，平时也能帮点忙，对，也能帮点忙，然后帮我洗一下、切一下，我自己有时间的话，就我自己洗、自己切。
等一下留一碗我自己吃啊，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直播间兄弟们，你们都吃了没有啊？你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你们吃了没有？就是拿这个碗挺好的，我感觉拿这个碗过来打挺好的，拿那个锅有点过分了。你也没吃呢是吧？现在这个点五点，马上六点。在农村吃饭早一点，在我在合肥的时候吃饭也是比较晚，就是在村里面，农村一般就是晚上没啥事，就老早就吃饭了。打完了吧，我妈打完了吧，打齐了，这个刚好，这个等一下够我们两个吃了，刚好这个剩的，我每天都吃剩的哈，我每天都不会说，就是下好了之后，不是说我都不会。